的部分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啊要从第二部分来跟各位谈。然后我们上个礼拜啊，请各位看一下，我们上个礼拜是最后跟各位讲的那个题目的部分，就是几个大题，请各位看到你们第九页的部分。我们是跟各位谈到第八、第九页，请各位看一下第八、第九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、我们再做个小小的复习啊。第八、第九页不是让你背的用的，而是说让你回去练习的时候，没有至少每一个大的单元你做一题。哎，各位知道我讲什么吧？你至少每个单元去做一题啊，在你在写的过程之中啊，你才有办法干嘛？才有办法知道说，哎，这个类型做过了，只要下次再写时有相关的、有类似的，你就有办法写 ，OK 吧？好，没问题哦。来，今天开始我们的开场白啊，做个最短的复习啊。看到作文题目在三到五分钟就要下笔了，做什么事？来，一样做个最快的。第一个，请你干嘛？干嘛？审题，然后审题只做两件事，哪两件事？第一个抓什么？抓题纸嘛。第二个抓什么？题型啊，还记得吧？不要忘了。然后第二个部分开始看它的什么领域的部分，还记得吧？因为我跟各位报告，灵感不可靠，写出来才叫王道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从个人到什么家庭，到什么朋友，到工作，到社会，到国家，到世界，你就只针对的一点打，对各位才有帮助，还记得吧？那第三个开始什么名言佳句，那名言佳句有就有，没有就拉倒。我们要求的是各位你干嘛自己编，然后自己编的部分呢，我们教了两个句型，麻烦你花个时间想。第一个叫什么？譬喻法。我跟各位讲，譬喻法真的很特别。第二个叫什么？排比。来，再跟各位报告一次，请各位看我排比的公式，我送给你了，还记得吧？请相信我，你在考试中，你有办法写出一个排比句型，再不解释，那个文章是非常的漂亮 ，OK 吗？那第三个开始，哎，对不起，第四个就开始你的什么？你的组织架构，还记得吧？我们两个who，两个谁的作文法？第一个是什么 ？What？ 第二个嘞 ？Why？ 第三个嘞 ？How？ 第四个嘞？我不是一群吗？等我，不懒得写，用这样比较快 ，OK 吗？想起来了吧？好，想起来后来停，请各位翻到我们的第十页，我们要开始讲了。好，好了吗？然后第十页呢，我们要开始教另外一套作文方式，而这一套就是各位你从国中、国小一路学到今天的哪一套作文方式呢？来，起承转合。然后起承转合呢，我们今天要教你最正式的起承转合。其实它还是有一套的做法，来看一下哦。我先写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各位讲起，然后来承，接着来转合。然后我先讲难是难在起承跟转，这三个都是问题，懂我讲？那为什么一般起说没办法破题？比较难破题，你懂我的，破不出来。那第二个问题，承啊，有时候没办法承接上面，不知道怎么承。然后再来转，其实现在给各位一个正确答案，我们所谓的转啊，我给你听好哦，我们的起承转合的转的本意是说，我的文气，或者是我讲话的语气，或者我写文章的那个什么，文章的那个气势干嘛？到了转的意思就是转的另外一个方向来解释，听懂了吗？转换，所以转换成什么？第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，转到什么地方叙述？反面论述，懂我意思吗？可是最多人就以为转只有反面论述，其实是错的。我教你最正统的哦，所谓的转还包含了两个东西。第二个，转到哪里？我本来都在叙论论述啊，你看我本来在论述，我突然文气一转，转到来，我举个例子，你听懂了吗？所以所谓的转，其实还包含了什么？举例，好，文气转，或者是我告诉你们呢、啊，我在讨论啊，讲到一半后，突然跟你讲，好停，我们换一个方法来告诉你如何做，是不是文气又转换了？所以它其实转包含的这三个。如何执行或是如何做，意思就是说你的文章到这个地方，只要你的文气跟前面不一样的，我们都叫做转。各位听懂了吗？可是最怕的就是各位以前国高中学转的时候都只学到哪一个？
反面的利润。所以呢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转还包含的这两个，你们懂？所以呢，几年以来，大家以讹什么？以讹传讹的情况之下，到最后转永远都只有反面叙述，实际上那是错的哦。我自己在外面也真的有听到，真的很多从学生也是在跟我讲转是这样，错错错，听懂了吗？所以来看一下这个，然后这个第三章啊，也就是第十页开始这里啊，先跟各位解释一下，很多同学会怕，我先暂停哦。这边不是让你背的，这边不是让你背的，这边是让你练习看看说，如果你用起承转合怎么写，因为两个互的作文法，请各位看我，哎。通常你定了题目，你的回答就是作文，这比较简单。可是我还是要把传统的这套做教给各位，你还是要学啊。然后你前面看到题目，第一个叫超越自我，有找到吗？好，好了，要你看第二个大纲的地方，第一段大纲，第一段大纲我看好哦。人生会有许多的限制与阻碍，有什么呢？有家庭、经济、城乡的差距、才智等等，所以人生要追求理想，就要突破限制与阻碍，超越自我，才能实现理想，迈向成功。有看到吗？好，这是这一段的大纲。所以请各位看我，这就是告诉我，我等一下破题要从这地方破，就是人生的阻碍有各式各样。所以什么叫超越自我？看我，我所以呢问你一句话，什么叫超越自我？你会发觉你根本没办法解释。我不瞒各位同学哦，这一题很简单，可是你就是没办法解释。请问，再问一次，什么叫超越自我？你为什么讲不出来？所以我跟各位报告，来，其实超越自我的开头要背，因为它太抽象。你听懂了吗？听懂了吗？所以我们等一下再谈哦。然后你再看第二段，你再看第二段。第二段叫说理，什么叫说理？就是突破人生的障碍，超越自我的重要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来想哦。所以这一段他写两个东西，正面的什么超越自我的积极态度，那第二个固步自封的态度，就是画地自限。你有没有看到他的成是成这两个，然后有个字请你画起来，来停停停，先停先停，看我一眼，不要看，先不要看，我现在直接考你，不要看，看我来，固步自封的固是哪一个固？一，故事的固；二，坚固的固。故事的固还是坚固的固？麻烦你给我圈起来。固步自封的固是故事的固，因为这一题考到翻了，你懂我懂？那已经 N 年不会考了，可是还是有人在写错。好，然后再看第三段，你来看第三段哦，说明自我的哪些方面需要超越。好，然后呢，有知识方面呢，能力方面，待人处事的方面，还是啊，超越自我之后要奉献国家。好，这是他的第三段转语气转哦。那你再看第四段，人生要突破阻碍，超越自我，对个人而言是什么？对自我而言是什么？对国家社会而言是什么？然后这是他的纲要，听懂了吗？然后请各位再暂停，再看细目，再翻到第十页的地方。好，来，我教各位为什么起承转合我们以前觉得很好写的原因在哪里，请各位看我，停停，这个起又里面又可以细分成起承转合，各位你听懂了吗？承里面又可以来一次起承转合，转里面一样可以再写一次什么起承转合，合的结论一样，再来一次起承转合。所以我跟各位报告，起承转合这套作文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，什么最大好处？就是老师我真的没东西写，然后呢我也没办法用这一套的话，其实我教你一个最笨的方法，就是起承转合里面你再来写一次起承转合。破题的第一个怎么破？我跟各位报告，不要太多，你看我，你这个只要三句，承只要三句，转再来三句，合再来三句，你知道这样就几句了？十二句，你听懂了吗？十二句大概可以写到多少行？大概可以写到六行左右。你现在听懂了吧？知道我在讲什么吧？所以我跟各位报告，为什么我们以前说起承转合这套作文很好写的原因，就是你在起承转合这一段又是单独的一篇小文章，里面啊，其实我说难听，有三句真的太少了，你硬是掰个四句，你一样可以写完这一大段的内容，
你听懂了吧？所以请各位看它的细目哦，这个是这样子用的，你不要看不懂哦，请看它的细目。第一个开头，你看它开头哦，人生有客观环境的阻碍，个人有脾气与才能的限制，有看到吧？所以格言说英雄不怕出身低。好，暂停，看我这个地方的起就是什么叫超越自我。我就开始讲人生有什么客观的限制，有看到吗？那客观的限制有什么呢？你就可以举例出来了。你看你要不要举例？哎，什么叫客观的限制？哎，什么叫客观的？身高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？客观的啊。我举例来讲，你说打篮球，你说我们这种去打篮球，一辈子再怎么练赢不了那个谁 Michael Jordan 吧？为什么？他光身高就赢死我了，我跳起来也摸不到啊。你现在听懂了吗？这种是主观，这种是客观上的限制啊。所以啊，如何超越自我，就绝对不能被客观限制所影响。所以你看，第一个就破题哦。然后接着他怎么写？来，你看第二个重点，环境的阻碍要什么？要突破，家庭、城乡、学历、贫富这些都要努力的突破。所以看我来，第一段起承转合的起中的起，就是告诉你有各式各样客观的阻碍。所以我接着写，所以这些客观的阻碍，不论是学历也好，身高也好，城乡差距也好，点点点等，要不要突破？要突破吧。所以接着看第三段，转哦，转到哪里？来反问自我的阻碍有哪些？这时候换成主观的。主观的限制了，看得出来吧？有哪些？有知识的，有能力的，有待人处事上格言。那这个叫将相本无种，知道什么叫将相本无种吧？我解释一下，你知道我们今天很多宰相军那个宰军那个将军啊，哪里来的？还不是从小兵一路爬上来的？各位，你听懂了吗？也是一路努力爬上来的自我突破。所以呢，你不要说这个将军出来本来就很有 gas， 错，他也是从下面一路一路的爬上来。你们现在听懂了吗？听懂了吧？齁，所以最后下一个小结论，超越自我之后要奉献国家社会。来，请各位看我，他第一段写完了，他就从这个细目中再来，然后承接的上面写哦，你接着看第一个。见解说明，勇于突破环境的障碍，贫富啊，城乡的见，还有性别啊，还有搂熟等等的障碍，努力改变现状。我就接着上面开始写了，又再告诉你一次改变现状。然后第二个，对不起，你再看格言，天无什么绝人之路啊，意思就是各位，你突破自我，你不要被自我限制。为什么？你不要说天哪，我今天都被限制住了，我再也没有办法突破了。错，天无绝人之路。或者是耶稣常讲，他帮你关了一扇窗，关了这扇门，却帮你开启了另一扇窗，有听过吧？没有说自己爆破啊，没有，开玩笑的。那你接着看名人有谁？国父孙中山先生推翻帝制，创建民国，有没有？还有谁？花莲的创办慈济的正言法师啊。那这个你就可以看，那见解的说明，超越自我的积极态度是什么？下面有写啊，那名人又开始了，渐冻症的霍金博士有找到哈？停停停，这个是怎么使用法？看我，他的使用法是先起，然后来转，再起，再转。你有发觉他一直在用例子，有没有？所以我跟各位讲一下，看我起承转合里面是可以再颠倒的哦。你们懂我说？所以他起了以后，举例孙中山先生，接着继续谈。然后呢，霍金博士的事还记得吧？渐冻症的事嘛。然后一个过来，一个过来，最后反面论述。你看，反面论述有什么？固步自封的态度有没有？将画地自限，例如什么？满清义和团的困兽之斗啊，有没有？然后柯达还有嘞 ，Nokia 都被取代了，应该知道吧？这段你现在手机有用 Nokia 的吗？等一下，你们知道有个手机大牌叫 Nokia。我以前就有啊，那时候 Nokia 在我台湾最屌的哪一台叫香蕉机，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，那个手机弄起来跟香蕉一样，就是手机是有弧度的，你不要故意假装不知道好吧？那个上年纪的一定知道，因为那就是我那个时代的手机啊。我们那个手机拿起来这样一个有弧度的、啊，超好玩。那现在买不到，因为我也想去买，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要拿跟人家不一样的手机。我那上次上网的时候找到黑金刚，可以插 SIM 卡的黑金刚啊。
我就想买一只。为什么？你看走在路上有没有？人家拿起来是这样子，喂，我拿起来是一大只，喂，你不知道那个超屌的吗？哦，不管了，你就写。然后接着看下面，小杰，勇于突破环境的阻碍，勇于突破个人的限制，才能超越自我，迈向成功。有没有发现到？好，先暂停。我已经告诉你两段了，来，请各位看我一件事，看我。你有发觉起承转合这套作文有个最大的好处？你有发觉你就是那几句讲不出个所以然，你只有那几句内容的同学，你只要逼着自己告诉我要写成起承转合、起转成合、然后转成起合，有没有这些？你只要硬逼着自己凑个几句，其实就一段了耶。你们有发现到吗？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到。所以我跟各位报告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以前都说起承转合这套作文很好写？就原因就是你真的没内容、没大脑的同学，你只要凑出来就 OK。如果遇到你熟悉的文章，你的内容更好写。所以以前我们中国人就会骂，你的荣华富贵其实是凭着一份什么？凭着一份八股文挣来的，有听过吧？你真的有真才实学吗？不一定。哎，知道我说什么吧？所以你就可以知道，其实就是八股文而已。那你今天看转面哦，转的，请各位看到第三段。来，你看第一个，以自己的亲身经验落实来讲，自己如何超越自己，有没有找到？来，在这里转的哪一个举例的部分？他直接用举例来破题。然后再看第二个，客观环境的阻碍，例如从小家庭贫寒，居家偏远不便，家中重男轻女，你如何突破？来，接着陈，转里面的陈，接着讲一次，然后接着再讲，来，或者是有自我个性上的缺点啊，例如身体的障碍啊，有没有？有些是肢体的不便，或者从小就很性急啊，格言欲速则不达，或者是种粗心大欲啊，从小就很害羞啊，不敢开口啊，隔壁不敢上台啊，人际关系不好啊，或者从小数学就不好啊，没有什么自信啊，点点点等，有没有？记住，取个人亲身经历才有说服力。那这个是写给你看的，你不要真的给我写这几个字上去哦，有没有？一样，我又在举例。然后最后看下面，肢体的障碍你要怎么做？你如何寻求复健机会？然后我送给各位这一边，你看那内容哦，个性急你要怎么做？定定自己啊，个性害羞时你要怎么做？你有看到数学不好时该怎么做？慢慢的突破自我。那这些都是用实力来做的，有看到吗？用实力。麻烦各位，你这个地方可以写上去哦。如果我写不出具体的解决方法，干脆就用实力来写。数学不好的同学怎么办？多练习，而且狂练习也没有用，从基础学起。你们懂我意思哦？那国文不好的同学怎么办？国文不好的同学怎么办？简单啊，第一步就拜师啊，谁？我啊，没有了，这边我开玩笑的，懂我意思？那最后第五个小节，那最后一个什么？来第四段 ，OK 吧？那我就不提了。那为什么嘞？来，你把这些细节大概看了一下后，看了一下之后，来暂停，请你翻到第十二页。来第十二页，找到了吗？来，你看那第十二页超越自我的开头哦。你看第一段，人生外在有客观环境的阻碍，内在有脾气与才能的缺陷。俗语说，英雄不怕出身低，要努力突破客观环境的阻碍，才能超越自我。个人性格上也有缺陷，包括了肢体残障，障碍啊，知识能力的不足，待人处事的什么历练等。所以说，将相本无左。只有突破客观环境的阻碍，克服个人的缺陷，才能超越自我，实现理想，奉献国家社会。来，有没有发觉到？他就是把前面的话顺了一遍写出来而已。有发现到吗？等一下，有看到吧？所以我跟各位报告一件事，请暂停。这一边为什么我叫你跟你说第三章我一定要先讲的原因？这第四章还是第三章？第三章有没有？来，这一边我只讲这一题就好，因为后面你自己去练习看看，你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了。知道我讲什么？没关系，我再做一题就好。所以你看一下这篇文章就出来了。不相信，我们再做一题。第十三页，面对逆境有找到吗？你看大纲第一段哦，第一段大纲，人生总有顺境跟逆境，有没有？然后顺个人的什么？顺境是什么？逆境是什么？对国家而言是什么？要积极向上创造什么幸福人生？在这里起破题。那第二个呢？成什么成？你看哦，先论个人的部分，
然后来第三段再写国家的部分。可是再写国家的部分时，你看里面的内容，顺境时当居安思危，处逆境时当自立自强，或者什么呢？你看后面，你面对过什么样的逆境，你当时如何突破的过程，在这里如何做，还有举例，有没有发现到起承转合的这套在这儿？然后最后一个呢，大段有没有结论？个人怎么样子成功，国家怎么样子最后成功？所以我跟各位报告一件事，来，请各位暂停一下。其实起承转合这套作文，我们第三章的部分啊，全部都是用最传统的起承转合的方法来写的。各位，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哎，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哦，所以我先跟各位报告，为什么我没有用这个？哎，因为两个户的部分，其实我确定你们自己来讲，其实好不好写？很简单。所以我就没有再教了。为什么？这个我不相信你不会。可是起承转合的部分呢、啊？毕竟我们还是要教一下各位传统的东西。你至少学两套作文进去考场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？哎，你至少准备两套作文进去考场吧，听懂了吧？所以你发觉你真的还是这个两个户，你真的不会学的同学，那你就退而求其次，一样还是用以前传统的起承转合。然后起承转合里面的再来一次起承转合，但是里面的次序是可以更换的。然后唯一要提醒各位的就是你的转记得不是只有反面立论，你一样可以举例，一样可以提出方法，所以你会变成怎么样？看我，你在这边写一写，突然这边举个例子，可不可以？可以的哦。这边写一写，突然这边又提写个例子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。听懂我在说什么没有？所以我就不再跟各位多提了，好不好？这边因为再讲我就怕浪费各位时间了 ，OK 吗 ？OK 吧？所以这边我就不再讲了。你看后面都有范文哦，你看14页有范文，然后在第15页范文3，你再去分析，然后它的范文在16页、17页范文4，它写好的范文在18页、19页范文5，写好的范文在20页，还有范文6、范文7，点点点，这边麻烦你回去自己看。因为我在讲的话叫浪费什么时间，你听懂了吗？哎，知道我讲什么吧？那这些范文全部都给你们哦，拜托你一定要看一次，拜托各位你一定要看一次，不然的话你有时候脑筋没东西还真写不出来。好、哦，好了吗？好了，又不浪费时间，请各位翻到第39页，名言佳句的部分。有没有找到名言佳句的部分？名言佳句的归纳有找到吗？来，麻烦一下这些啊，你花点时间，稍微能背几个算几个，好不好？而且请你背一些跟人家与众不同的，懂我意思吧？背一些比较特殊的。你看第一个利己类的，什么叫利己？你看我就喜欢最下面那个、啊、苏格拉底的、啊，世界上最快乐的是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啊，你不觉得吗？是啊，你看像你们现在最快乐的是什么？为赚钱而奋斗，你不觉得很好吗？没有了 ，OK 吧？然后这个我就不浪费各位时间，麻烦你自己看一下，好不好？这边在浪费你我的时间了。来，请各位往后翻，我们来开始讲别的。然后那个46页，这个台湾名人小故事也请各位看一下，好不好？46页，还有呢47页。这些小故事请各位看一下、啊、那个王永庆的那个经营之神也可以看一下，虽然我蛮讨厌他的，不乱讲的啦。然后再来48页，然后来49页，有没有这几个人请各位都看一下、啊、好不好？我就不再提了，陈树菊、孙运璇点点点点等，好好 OK 好好 OK 哦。来，我们翻到后面了，来53页开始。53页，我们上次一开始不是有一个作文精要提示的审题的部分，还记得吗？还记得哈？所以这边的审题啊，我们一直教到55页，有印象吗？好 ，OK 吧？哎哎哎，都有印象吧？好，好了以后开始看到我们今天的重点，56页论文的开头与实作，这个你就真的要学了。好，那个名言佳句部分，我们等一下回头再来谈。我们回头再来谈。来，请各位看一下论文的开头与实作的部分。然后这一个部分你一定要学的原因是，我先跟各位报告，现在教你的这开头完全是配合我们这个两个户的写作方法。
你现在懂我意思？所以我跟各位报告一件事，我们班的作文就算是学的都一样，可是每个人写出来的开头还是会有所出入的， OK 吗？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，来，俗语有言，找到了吗？56页最上面，来，俗语有言，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因此文章的开头是非常重要的，尤其是当阅卷考官一日批改审阅作文无数时，在头昏眼花体力不支的情况下，来，麻烦你给我画起来，好的开头写作至少可以留下较佳的印象分数，知道了吧？然后知道了吧，我先跟各位讲一件事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在里面阅卷中文，就是国文的非选择题部分，我在里面算年轻的，你就知道我眼睛都会看到花了，那些老老师，你们现在能体会我在讲什么了吗？懂我意思哦？所以我跟各位报告，你一定要非常在意你的开头的写作，所以你看一下有没有，但后面有一句话，但文章的开头写作不仅因人而异，而且写作的方法艺术至少有19种开头法，有看到吗？但是来，我现在抬头跟各位报告，你不用怕，这19种开头法包含我们小学都有学过什么什么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什么剥笋法的开头，然后到最后呢，我整个文章架构最后再提出重点的，我们叫画龙点睛，你听过听懂吗？我跟各位报告，像这一些你在国家考试，你看我的脸，我劝你不要用，为什么？你知道我们的剥笋法是怎么写法？看我，就是对于这个题目，我不直接的分析，我不直接的讲答案，我是用分论、分论、分论、分论，最后再用总论的结构来写，也就是所谓的画龙点睛式的写法，你们听懂了吧？所以我前面先分析，再分析，再分析。各位，你要知道，我在国家阅卷中，我一份考卷顶多看3到5分钟，你听懂了吗？如果我没有看完，或者是你的文字能力不是很强，我只会觉得一个什么感觉？你对这个题目不了解，你只是在跟我东扯西扯，但是有沾到边。各位，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你们听懂了吧？所以我现在给各位一个信心，那19种开头法不一定适用在国家考试，你听懂了吗？然后有同学，那既然这19种没有适用国家考试，干嘛学？我跟各位报告，来，那19种开头法是在培养作家用的，你听懂了吧？如果我今天在家里我自己出一本书，我就可以这样子写啊，干嘛？我先分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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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总论，或者是什么像很多写小说的、啊、我先倒叙倒叙法，知道吧？我一路倒叙倒叙，最后再讲重点也可以啊，可是国家考试你敢冒这个险吗？你先听懂我在讲什么吧。所以我先跟各位讲，你不用担心，那现在也先给各位同学预告，你不要急，有的同学说老师我开头看的到底下第一笔怎么下，我们等一下再谈哦。所以看啊，故为因应作文考试最好的方法就是来画起来，破题明快，懂我意思？那下面提出4种破题明快的方法，还有嘞2种文字运用技巧，来麻烦你真的好学。第一最简单，好来看一下第一个定义，引用法就是文章开头啊，直接引用什么成语、诗词、典故、俗语、名言、佳句、点点点等 ，OK 吗 ？OK 哈，然后来举个例子啊，范例来早起。梁实秋的早起，他的开头直接引谁的？范文正公说：“做人从早起起，断句会断吧？早起起，你不要跟我说老师什么叫早起起，我打爆你哦！来，因为这是每人每日所做的第一件事，这一桩事若办不到，其余的可想而知了。点点点点点 ，OK 吗？好，先暂停。来，那个曾文正公是谁？来写在旁边，写在旁边。我跟你讲，我很少教这个，可是这个我非讲不可。来，曾文正公我一定教，旁边写上去，曾国藩。”那为什么？因为我先讲一下、啊、这个我这个人我真的要教。来，在中国人，在中国、啊、你们从国中到现在有没有背过很多人有谥号？死掉时给的号码谥号也叫谥号啊，还记得吧？来，我跟各位讲，你们以前有去背吗？你看我的脸，你们以前有背吗？谥号？欧阳修死他的谥号什么？文宗啊，欧阳文宗啊。所以你看你背不起来对不对？所以我先解释一下，其实中国的谥号是有一定的哦。按照你的状况，从什么文宗啊、文香啊一路下，那个文香是这个香哦，你不是那个点那个杀蚊子的文香哦。好、哦，然后都有，可是你只要记一个人，
什么叫文证的，就是能够中国的读书人能给文证的，这是不得了。为什么？我解释一下，他一定要文官第一，文官知道吧？好，但是还要拥有武功。